本县荣获111年度环境保护绩效考核特优项目，除了总成绩之外，还包括源头减量以及资源回收考核，推动因应气候变迁行动，近邻绿生活、垃圾处理和环境管理、毒物以及化学物质管理。优等的部分则是有环境影响评估和环境教育、水资源保护和土壤整治、资源循环、环境检测以及综合业务，并在日前县务会议中由局长献奖给县长林之妙。我们县推动环保成效获得全国的肯定，111年度环境保护绩效考核的颁奖。本县荣获了6项特优，4项优等的这个佳绩，特别是这个源头减量以及呢资源回收考核，连续20年获奖，连续7年获颁全国最高荣誉的特优奖，那相当的不简单。感谢环保局的用心，同仁的用心，感谢各局处县民朋友的配合。让我们呢继续为了环境的永续努力来努力，宜兰县的环保立县，感谢各位同仁，感谢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的团结努力，让宜兰县能够呢获得了环保的这个绩优的奖。县长表示，环保立县是县政府施政核心的价值，透过县民和县府团队齐心打拼，得以造就并且延续优质的生活品质，欲请乡亲继续为环境永续一起努力，共同拼出宜兰好环境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。